103下班龙卷风，乡土剧夜市人生。哎，江来弟啊，你烦不烦啊？为什么你这样啊，一直发出那种怪怪的声音？你做什么？你有心事啊？我做什么？你不觉得很闷吗，爸爸？还好吗？你在看爸爸卖不出的 DVD， 很好玩吗？一天到晚就只有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好闷呢。爸爸也是有花心思跟你有亲子活动的嘛。然后上次我们去野餐啦，然后呢，我们在家看 DVD 啦，很多活动吗？爸爸，你很老土嘞。爸爸好，每天都有去夜市嘞，那你会老土？你带我去的地方一点都不硬的。啊，那你建议啦，那我爸爸带你去。你要带我去卡拉 OK？ 卡拉 OK？ 哎呀，卡拉 OK 有什么好玩？卡拉 OK 好玩，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房间里面哈，唱唱歌啦，吃吃东西啦。连那个房间里面只有你跟我两个人啊？是有点闷啦。所以我就讲你不了解你爸爸，你的爸爸是有 size 的。爸爸是 sense 啦，不是 size 啦。sense 啊，你爸爸是有 sense 的，就算要带你去唱卡拉 OK， 也要有气派吗？要大型的吗？爸爸有这种活动吗？哼，江来弟，让我慎重的向你介绍，你爸爸我江鱼仔就是 the chairman of the We Sing Our Song Bahasa Malam Version。爸爸是 the chairman， 我知道啦，那是我们的歌，大家唱。没有错啦，几千个人一起在创新园的那个户外广场，然后呢有夜市在旁边摆摊，然后唱的都是大家熟悉的歌曲，这样才酷嘛。到时叫你的同学们啊、老师啦，还有隔壁的安干弟啊，叫夜市公主一起去嘛，对不对？江来弟，江来弟，爸爸，我去换旗袍啦。要这样隆重吗？哇，这样我是要盛装打扮的哦。啊，但是你们出席的人就不用了，穿得轻便一点 ，OK？ 还没有买票的话要快啊！我江鱼仔办的活动很多人参加的，赶快拨打热线63485555，要不然上什么 internet 啊 ？www.sistic.com.sg， 赶快买我们的歌大家唱的票，以免长得像鱼。爸爸，是以免像鱼啦。以免像鱼。夜市人生，江建文饰演戏精小贩江鱼仔，叶丽明饰演他的女儿江来弟。夜市人生，夜夜笙歌，笑看人生。落在夕阳。